来，夏日炎炎。对，豪哥，你是决定要把 LV 全部没有拍完整就对了？就是、没有，还差多了，还差多吗？差多了，对。这么客气。那这个是 夏天的是吧？夏天的哦。就我们其实已经有不少夏天的香水了。对。但是我觉得今年的天气真的是，这热到一个整个是新高度，真的是外面。我那天在车上开车的时候，我还拍照给你看，四十几度、啊，40度，对啊，对啊。所以我发现其实今年需要一点更凉一点的香水，嗯，好不好？嗯，那所以这支属于更凉一点的，真的是更凉一点。你看它的名字 ，Afternoon Swim， 就是在午后游泳，游泳池，对，嗯。我会游泳池，意思就是在很高温的时候，然后跳进了游泳池，对，就是这种完全整个让你枯燥，就是这个温度下降，是，因为外面真的是太热，而且今年真的是我觉得特别夸张，这个地球暖化速度超乎比我们想象中的，对，比我们想象的快，更快更严重，对。好，那我们今天自己在用这一支，你觉得有？我已经从买的那天就一直喷到现在，哦，一直要哭，因为上次太热，除了昨天没有用以外。好，它的中文名字就叫午后之泳，所以你看它有一个浪花，对啊，嗯，浪对浪花啊，对，这很可爱的浪花。好，它只有少数有这种那个，有一只停产仙人掌好像也有。那伯君有拍过了哦，来，他这个是、哦、挺好看的哈、哦，小改款，小改款，小改款。他之前是更深层的一个蓝色，就整个是一样。Okay. 然后这个是一个洛杉矶的艺术家帮他设计的、哦，虽然我也不懂这个艺术了。跟你今天穿的这一件衣服是挺接近的、哦、啊，真的、哦，对不对？哦，来，好，午后之泳，我直接拿，好像是会有一点渐层啊，但是不是很明显。哦，他以前是改款前，小改款前是都是整个都是深层的蓝色，那、嗯、现在就有一点，可能是他说要背景是白的，比较看得清楚，你看得出来他的有还是下面是深了一些这样子，对，好、哦，好，这么热的天气，你刚刚也去外面，对，我们就来试试看午后之泳，还好你有请我们喝这个 Red Bull 加上红茶哦，对。嗯，能量仙女红茶还不错喝哎、欸，对，能量仙女红茶，来看有没有枯荡。好，要不要午后之泳？哦，要。LV 金来，哦，好香哦。哦，柑橘、柠檬、嗯，还有麝香，这有没有麝香？对，厉害。有最你爱的龙涎香哦，是龙涎香啊，碎啦！来，你看它这个是白的，嗯，欸，不错啊。没有，这真的是太热了，所以你会觉得哦，这支超适合。真的有橙花吗？对不对？有橙花吗？香柠檬、橙花应该都有。香柠檬跟橙花，嗯。我们要不要看一下它的香调？对，先不要看，我们多讲一点好了。好，不然人家都说那这看香料表就好了，干嘛看影片？对不对？好吧，我们现在责任重大。多开始说啊！我觉得非常有直接，很像你有看过一个广告吗？一个汽水杯里面透明的汽水气泡嘛，然后有一颗这个黄黄的柠檬切一半，然后直接丢进去，那水花溅开来这样子。我觉得雪碧哦，嘿，或许吧，对，好像就雪碧嘛。对，我觉得这个味道就非常有那个柠檬丢到汽水里面去的感觉。这支真的是在夏天非常适合，尤其外面非常炎热的时候，你真的是需要喷三下，然后让整个身气温降下来。对，有，把自己丢在泳池。对，没错，嗯，没错，对，好不好？然后连救生衣都不用了，因为那个水没有很深。嘿，对，因为就是那个饮料广告就这样张开双臂，有，对。对，你知道我现在的画面是一直是非常，非常太阳底下，大太阳底下，然后年轻人在游泳池 party 这种非常非常热闹，然后非常多的这种
饮料啦，哦，就是大家都在一起，玩水，非常快乐的画面，五彩缤纷的画面。嗯，如果你今天去工作的时候，其实有的时候因为都要穿正装，像以晨那种，对，他其实在外面的时候很热，比如说他车子停好，拜访完了一个客户，然后要到下一个行程的时候，他打开车子，那个车子里面的那个温度，那个你一坐下去，那个温度之高，那个就是车子室内温度可能有五十度。正常我都会拿起来，就直接哦，直接先喷就对了，降温，帮自己降温。对对。那你觉得喷了这个之后，在开车的时候，在冷气哦，冷气房里面会不会有凉快的感觉？又香又凉又舒服，又香又凉又舒服，对不对？哦，橘子的香气冒出。对，那我们让。啊，算是 LV 的海洋调了吧，应该是 LV 的海洋调。LV 的海洋调，嗯，LV 的海洋调。我们让学姐帮我们多解说一下，以她专业的观点，这一支前调 LV 的海洋怎么样 ？OK 了。啊，因为你看这个瓶子就已经是很凉快了，有吗？对啊，这是渐层的瓶子。对对，事实上这个蓝色光是它的视觉意境就已经是台语说套情凉了哈，对不对？这些香水是我去年不会买的。因为我实在觉得这个可能对我来讲太淡，太淡，但是今年真的是热到一个整个是新高度，就是你的那个是夏天用，但是没有这么的清凉，所以我才去买了这一瓶，对，当做情人节特辑，情人节特辑，OK， 所以情人节你觉得这一支适合自己用还是送对方用？这个其实很中性，中性的，对，中性的，我今天。情人节的买的两只都非常中性，完全没有分男女。而且我觉得 LV 的海洋调跟你传统记忆的海洋调不一样哦。怎么说？它有它这一只和另外一只都有是在海边的感觉，可是它真的会让你觉得你就是在美国的海边哦，会闻到的在沙滩上闻到那些香气，然后那个清凉感。对，而且不会太刺鼻，至少是不会刺鼻。记忆中那个男生香水的海洋调，是真正还原海边的风情。他这个应该讲调香调得非常好，就让你几乎是非常拟真拟态的，就是在海边了，就让你整个气温大概下降三度吧。可我为什么觉得我是一直在这个游泳池畔边呢？对对，可以啊，在海边或在游泳池畔边喝的橘子汽水哦，了解。然后那个清凉的感觉，但是可能现在海边对我来讲，就是因为海水咸咸黏黏的。因为你去海水玩完之后，你还是得要用淡水把它冲掉。没错，对，所以我现在年纪大比较懒，去海边。年轻的时候会喜欢常冲嘛，但是我现在比较喜欢溪水，或者是我溪边。对，溪边你喜欢淡水？对，我喜欢淡水，就是你上来了，然后直接擦干净，上车就可以直接开车回家。溯溪啊，对，溯溪，对对对对对，我觉得这个非常有游泳池畔的感觉，我刚刚讲说 party 的这种活动，那溯溪的感觉，凉快感有，但是比较不像去深山里溯溪的这种意境了哈。它其实非常适合在这个水泥丛林里使用，对对对对，真的太热了，是都市的，对，这个叫做都市的这个什么海洋调。我了解你说的感觉，因为 LV 它再怎么调都有一个时尚感，所以你会觉得它有一个时尚感，就比较像在泳池边开 party。哦，对，哦，毕竟它是香调，好，毕竟它是时尚的先驱嘛，是吧？是。好，香调表有橙子、西瓜、橘子、香柠檬、柑橘，龙涎香哦，还有海风，海风它也可以模拟出来哦，还有杨桃呢，杨桃冰，杨桃冰都来了。西瓜跟杨桃，我还真没发现。所以它的酸不是橘子，是杨桃的酸吗？应该是，因为它一般的海洋调就是往海水的那一个方向去了，但是这一支比较特别的是，它后面。它模拟的是有一个酸酸的浮潜的时候，你知道吗？就是你沉一般啊，海洋调就是你沉进，已经沉啊、穿着潜水衣沉入海底的那种感觉，對對對對浮潜、海风会不会是你在水面上从事海上活动，是海面上的那个水汽的风啊、有哦，对，不是真的碰到海水的那个風。对，我觉得它这个海风嘛，对不对？
掠过海平面的感觉，它模拟的没有沾到水，它模拟的很真实、欸。你仔细再闻闻看，就是海风带一点咸咸吹过来的味道，像是在海上坐在游艇上开 party 啊，有哈，嗯，可见学姐有经常在那个淡水河上面 party， 对对对，我还没去过，我一次都没去过，倒是看到 FB 上很多朋友都去，对对，游艇趴什么什么什么牛奶岛啊这种，然后他们就坐着游艇啊，龟山岛啊，然后在那里休息了，有牛奶岛这种东西啊？有啊，哦，在龟山岛附近啊，它就是海里的颜色白的，就像牛奶一样。真的、啊，应该是石头是白。你看，你看，这个就去过了，这个它这个才是真的，点点加沙哇。对对对 ，OK， 好。好，那你觉得这一支，我们先听学姐说，学姐这一支女生适合在什么样的场合跟时间点使用这一支嘞？女生哦，对。我觉得因为夏天，我觉得它适合任何场合。对，因为今年真的就像豪哥讲的，太热了。对，这一支就是你出门想要找一支不会让你热到那个心烦气躁的香水的话，这一支很适合。它那个燥啊，对，那个燥感就是又流汗，全身又黏，然后又湿，满头大汗，然后心情整个都浮躁。会会，我会把它随身携带。对啊，我也是随身带，因为你走到一个定点。你可以赶快喷一下降温，让自己心情平稳下来。对对 对, 對，才可以美美的跟别人见面。是，所以其实有时候燥热是会影响一个人的心情，对不对？哦、特别像你这种激动派的。其实没有、欸、我其实真正工作的时候都是四平八稳。对，最好是啊，真的，一点都不相信。好了，真的，是工作的时候太四平八稳，其他时间所以来这边要疯疯癫癫，对不对？对。OK， 真的、啊，我现在工作就是四平八稳，绝对想象不到跟我对，现在是完全两个不一样的。你在镜头前，我一定都这么说。对 ，Yes， 好 ，OK， 好，我没有在那个红茶里面加任何好吧其他东西。好，那豪哥，你觉得夏天你会用在什么样的场合？无时无刻，无时无刻，我真的无时无刻，随时。你看，哎、欸，这我算喷的多了。有了，哎、欸，你现在自己会自我检查水位了。对对对对对对。因为他明年的这个时候，他可能要推这一支专家的这个专家的夏季香水。没有了，我希望明年不要这么热，就不用拿这支出来。但是我觉得是我一厢情愿了。很难的、欸，因为一年比真的比一年还夸张。明明就已经节能减碳了，我真的不懂为什么今年是真的是到一个新高度。前面北极的冰山融化。对啊，对的，前面付出的代价现在才在偿还，刚好而已哦。好，前人砍树，后人遭殃，就这么简单。对。所以大家要环保了哈。那我们顺便科普一下，你知道雨林就是热带雨林的这个大面积的植栽嘛，对不对？植物了那个树嘛，可以 cover 这个怎么讲，就是吸收地球的二氧化碳，二氧化碳降低这个温度嘛。好，那但是其实还有一个东西，效能是比雨林更强的，你知道吗？请说。海藻的。这个吸收二氧化碳的能力是雨林的30倍，对，这是我最新看到学到的。重要，但维持海洋的干净也很重要。海洋生态也很重要，毕竟海的面积又更大，好不好 ？OK， 那带回来看一下这个的后调，没问题。再见，拜拜，拜拜。Afternoon Swim 午后之泳回来后调这一支，好，渐层平升。对，加上现在还掉在游泳池里，对，现在还在游泳，还没有上来，哦，嗯，它其实是个非常非常薄的香水，应该这么说，薄吗？薄，因为它就不会让你太厚重，让你，哦，你说的薄是这个比较薄透的意思，对，是比较清透的意思，对，嗯嗯，然后因为外面你在外面的时候难免会流汗，因为现在的气温大概对三分钟就是满头大汗了，哎。所以整个黏腻感会让你觉得不舒服，但是你喷的这个会让你整个透心凉。嗯嗯嗯，透心凉是、啊、有点雪碧的味道。对，冰凉的雪碧。现在才有那个西瓜的感觉。哦，对对对，学姐说她刚刚开始那个西瓜出来，我是闻到的是西瓜皮。你吃完之后，西瓜皮是不是白白红红白白之间、嗯？我觉得就是有那个。西瓜皮的味道，刚才什么柠檬啊、橘子啊都已经不见了，现在换比较更夏天的水果了，对吧？对，
来，那学姐说一下，现在这只候鸟在你身上怎么呈现？凉没有了。啊，凉没有了。凉的感觉没有了，因为刚刚一刹那出来是凉的感觉。对。然后现在就是变成一个很舒服在身上很舒服的一个香气。对。我现在也是觉得凉凉。哎、欸，抱歉，学姐，我刚刚又插话。对，请继续。因为那个西瓜是有一点轻微的水感，所以还是舒服的。就是夏天你要找一个让你觉得不燥热的香水，这一支我觉得是非常适合。嗯嗯。而且我觉得就是很适合女生穿着那个夏天，女生不都会穿美美的洋装吗？对。就很适合穿洋装的时候喷这一支。哦，洋装的时候穿着美美的脚甲那个夹脚拖，对，有没有？对，就是很像你去海边会穿的洋装的那种感觉，然后喷这一支香水。对，對，事实上女生如果喷这一支香水，穿着即便是这个夏天的拖鞋都很好看，对，对不对？没错。哦，那颜色尽量选择比较亮色、比较轻盈的这种色泽了，哈，对不对？好，那我觉得这一支，你不要以为它是这个。它是这个柑橘，它就持香不好哦。没有，我觉得这一支柑橘的持香超好，它水准以上的持香，真的水准以上不止以上。我觉得，因为到现在，第一个气温高，第二个我们现在隔了一段时间再回头来闻它的后调，很优秀。我觉得它的稳定度就是持续的。学姐她觉得没有凉感在，可是老实讲，我觉得好像在一个恒温的冰箱里面。它就是持续把这个温度定在这里，因为你在闻它的时候，我觉得那个这个低温的感觉还在。对，这个是这个厉害的地方。它不是一杯冷饮的感觉，它是让你整个全身在游泳池里的感觉。是是是，哎对，就是整个降温了哈。对，这一支如果去垦丁度假，我一定会带着它。对，垦丁度假你会带着它。哦。海边就对了。对，好。其实，在城市里，我觉得也非常适合，因为完全密不透风的，然后都是冷气排出来的废气、汽车排出来的废气，它非常适合，真的。就是想降温的时候，真的对它前调非常适合降温，后面就很有度假的感觉。对，我觉得这个厉害的地方就是说，当然除了它的牌子大之外，就是一般的柑橘调，它事实上在这一支。做了一些些小小的区隔，它不会让你觉得这个是一个廉价的柑橘调，对不对？就是很怕，就是柑橘大家都认为说夏天带就是这个调性，你就大概可以想象，哎，应该哇，可能是粉赛斯啦，或者 no， 这个你闻得出来它的差别在哪边？哦，好，那豪哥，你会把它定调在什么样的调性？这应该就是海洋调，标准的海洋调，标准海洋调，对。但是会让你完全出乎你意料之外的海洋调，是，嗯。那我觉得它的后调，我觉得算是蛮好闻的，会让你去一直想要去鼻子一直去贴过去去闻这一支，可能是它的龙涎香把它的后调散出去，散得更迷人。哦，有特色，就是在海边走过去，你会一直盯着某一个漂亮女生一直看，就大概是这个意思。那如果是这样的话，就是这一支了。哎，它的海水的，让你感觉是这个海水没有被污染过的，对，纯净无瑕的海水。对对对。那我们刚刚在做另外一片，就是你刚刚讲的丝杨这一支嘛，比较浅蓝色这一支，我觉得这两个我们刚刚有讨论过，Afternoon Swim 它算是立刻让你。降温，那思阳反而是环境让你感觉沉静下来的差别。我觉得这两支都非常的有哲学的感觉了哈，都是在夏天的非都是在夏天出类拔萃的作品。夏天出类拔萃的作品，对 ，OK， 好，那豪哥，你会在海洋调给他0到10几分？以海洋调哦。9.5分吧。哇，9.5分哦。海洋调9.5分。OK， 给9.5的原因是什么？它真的是让你有一个出乎意料之外的海洋调，真的。因为我那时候看到它小改前的瓶子，就整个是深蓝色，想说啊，因为你看，像我们买酒，一看瓶身大概就知道是
它是在什么地方使用，越黑味道越重嘛，然后越蓝不用说，大概就是这个味道。对，绿色就是草调，就是森林调。嗯，所以那时候我看到说，想说哦，不过偶尔，然后喷了两下之后，哇，整个气温降下来的时候，尤其离开了他那个店的时候，哇，那个冷气没有这么冷了，然后突然那个燥热开始出现，然后哇，整个下降两度。是。其实我没有考虑很久，我就决定要买它，因为这外面真的太热了。对，你当天已经被热到了，而且不够热，专柜小姐，专柜小姐，我还没有进去，她就把矿泉水拿出来了，冰的这样，对，冰的，哇，太了解你了，哇，好，以后你来的时候，我们也帮你准备冰的那个矿泉水，这样，对啊，就直接那个，不会啊，我看到它我就冷掉了，对，很好啊，好，那。换学姐，学姐这一支你会把它定调在什么调？在海洋香气的果香调。哦，海洋果香调。嗯 ，OK， 因为你闻到了西瓜嘛，是吧？嗯，杨桃啊，那个很橘子的感觉。对对对对对。啊，零到十你会给它几分？也是9.5。哦，9.5。对，嗯，很高哎。因为透心凉。哦，透心凉。很舒服。嗯嗯嗯。就真的很适合现在这个季节穿搭的一支香味。嗯，不管你穿着是正式，就是穿着像以晨那样的衬衫，还是穿着像你这样休闲的 T 恤，喷上去之后都 OK。是是是，对，它是硬着陆，就是直接降温。对 对,、嗯、對, 對那另外一支思阳是软着陆，对对不对？是温和的环境的凉感这样子。没错。OK， 好，来，那我觉得这一支。我喜欢它一开始出来的柑橘，就让你觉得在泳池畔旁的这种 party， 然后一切颜色都是年轻鲜艳的，那包含像坐着，你知道在泳池人家不是会做一个漂浮的，然后躺在那边喝杯饮料，你看过这种美剧最美国美剧最独角马，独角马，然后那个独角马的游泳圈，对对对对对对对。哦，经常出现这种画面，我觉得一开始画面就让我有这种感觉。那后调反而它一直让我不断的浮出来的是，可能这个西瓜皮的味道一直带出这个海洋海水味哦，就是非常纯净的海水味。它海水也让你直接联想就是一大片蓝蓝的，心情就是舒畅，就是凉快 cool down 的感觉。我会给它0到10分，9.6分，海洋调，我会定调在海洋调。好，那给他评价还蛮高，特别是他，因为可能或许我真的是喜欢龙涎香，他后面持续的散发出他的迷人魅力，就是这一支最大的特色，好不好？非常谢谢豪哥，有没有最后要帮我们补充一下？就是如果大家有喜欢，可以来这边试香，好吧？这边有其他在這裡、哦、比它更好的香水，有比它更好的香水，好吧？看我开心了一下，对 对, 對，我在想说，我什么时候来这边试香？对，还是你这个要参与旅行计划啊？上面写豪哥的标签这样子啊？对，哎呀，啊，对啊，多了一支这样，豪哥。我们如果里面压一个豪哥隐藏版，不晓得会怎么样，很酷。如果在清单上面我们写下豪哥隐藏版，确定回来还在吗？你要不要试试看？你要不要试试看？啊，我没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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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用试试看，我不用试试看。不是，我觉得因为这先过这个门槛的客户的程度都还不错，我觉得了，这是我先设这个门槛的原因啦，因为。你会买超过这个金额，我大概知道都是哪些朋友嘛，都是老朋友，所以我相信他们会很珍惜也很爱惜这个机会。好，好不好？那愿不愿意这两支借我们一起旅行一下？至少是一 round 怎么样？不好，不好，好了 ，OK， 我们赶快进入下一支的候鸟。好，拜拜，拜拜，拜拜。影片都有记录，对。